暖心，你怎么在这？哦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业务吗？最近比较常待在医院，你呢？790，没有，那个我爸上次来看医生忘了带健保卡，我来退费。你等一下有事吗？没有。那我先拿东西给医生，你等我一下。对，你那个等等聊，我马上回来。好，你那个后面。还有来得及，我跟你讲，我跟陈公公比较熟，下一个就有点尴尬。我来了。那你呢？这边交给你去秒看就结果。下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送你，你给爸爸活络一下筋骨。好，很有用的。来，你来，我再拿一个。好，拿开。哦，谢谢。可以吗？你这边的门市是跟你们医院一样吗？干嘛特别跑来百货公司啊？三寸木马，我今天还没走到10000步。好，谢谢。就这样。那这个也送帮忙吗？哦，谢谢。你不要动。什么？没事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你那个商标一直没有拔，790，打折590，我帮你弄掉，没关系啊，我就这样卡在肩带里就可以。那你不剪掉，这么随性吗？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人生跟脑袋都卡卡的，多一个也没差。卡卡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自从被你 K 到那一天啊。我的人生就有点卡卡的，之后就发生了好多事情。不提了啦。小时候事情你记得那么清楚？初恋有那么难忘哦？是啊，也是我的初恋。那也不止，就除了 K 到你以外，还那个我都摆我都拍戏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之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。就是要把所有东西带在身上，我有时候还会带两副钥匙，然后2个牙刷呀，还有很多急救的东西，酒精、垃圾袋也都会放着。对啊，上次吃面2副筷子。你今天有带2副。9月23日起，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42台《有生之年》，不见不散。